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三角形 ABC 的三边长哦，是这个五七十。那么他问三角形 ABC 的面积，那我们就用那个海龙公式。哦，海龙公式的话，就是说这个 S 是等于二分之多少呢 ？A 加 B 加 C。五加七加十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加起来是十二，约掉二，二五得十，二六十二，加起来是十一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 S 减 A 哈，叫十一减掉五六 ，S 减 B， B 的话是这个十一减七。4 S 减 C， 那11减11，好，那这个三角形 ABC 的面积啊等于多少呢？根号 S 减 A S 减 B 乘以 S 减 C， 这个是等于根号11乘以6乘以4乘1。这里有个二啊，这里有个二可以抽出来的，二抽出来根号66，所以答案是二根号66。好啊，第二小题哈，他要求多少？求那个 sin b。好，那求 sin b 的话哈，那我们晓得的这个面积已经晓得了哈，面积的话，这是二分之一啊，不过这个还不晓得。我们用余弦定理先算那个 cos b 好了。cos b 呢是等于多少呢？2ac 分之 a 平方加 c 平方乘 b 平方。二乘以多少呢 ？a 是5 c 是10。哦，五二十五加100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b 的话是七，七七四十九。125减掉49，六，76，这是等于76。大约掉二，二三得六，二八十六。再约掉二，二五得十，二一得二，二九十八，所以是25分之19。那 cosine 等于20分之19，那 sin 呢？哦，这可以把它看成是 r 分之 x， 那这是 r 分之 y。r 的话呢是等于25，根号多少呢 ？r 平方减 h 平方。25的平方减掉19的平方，25减19多少？25减19，六。这根号6哈，乘以多少？加19，44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4可以抽出去。25分之2根号66，所以呢，这个 sin b 好等于这个。还有一个做法，还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？用的做法比较不好，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哈，这是等于二分之一多少呢 ？ac sin b， 这个做法比较好。好，那 AC 知道啊 ，A 的话是多少 ？A 的话是5嘛 ，C 是10啊，哦，所以是25嘛，啊、哦，25，所以呢 ，sin B 哈等于多少？25分之2根号66，这个做法比较好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